张老三与露营欢乐五排二。昨晚五排老三的一个队友自称战力84,还要抢老三貂蝉。帮我拿西部之君男，我还高手。Thank you。 你不行。什么意思？我说你不行，你就不行。多少分？我给你多少分？22,000。我84。结果被老三貂蝉带飞后，小姐姐没过瘾，还要来一把。可打，还打不了吗？没打过瘾呢。再来一把吗，小姐？33连胜，我操，没输过呀！这个游戏好难输一把呀，说实话。是不是啊？真的吗？我33连胜了，你看我战绩吗？没输过，真的不骗你，骗你是龟儿子。他的演起来要30多颗星了，演起来。你看我真没输过吗？我骗你是个龟儿子。你龟儿子输了一把。我去，他的飞机好好看啊，全部是银的。什么？我说你的战绩好好看，输了一把呀，兄弟。啊，可以吗？可以的。我感觉五楼是大主播呀，小茉莉。我呀，映入你眼帘的这个男人，他正是世界宇宙银河系的第一黑洞老雕。哥，你在哪？你在哪个学校啊？我等下大晚上过来找你了。你是干嘛的呀，大哥？你大晚上过来找我，他妈要我请你过早啊，大哥。啊？你想不想输一把？我陪你输一把呗。什么？你陪我睡一把？输一把？输一把，我你陪我睡一把，我你陪我睡啥？你随便选，也输不了。我让你知道人间险恶呀！你随便选，输了算我的，我还高手。一楼，你是不是老三呀？你猜？那边好像听你声音好像像呀。一楼。你说。我说你是你在哪个平台呀、啊、我就给你刷小火箭了。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我的名字叫做虎牙张老三。真的呀，我靠，真的，我感觉你声音像了。过去刷666了。来吧，小姐，过去刷火箭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就好了，小姐姐，但是你不要刷礼物，我不需要刷礼物，知道吧？这局我们要演起来，让他一打九。把那个虎牙拔开，给他刷个小火箭。你什么系统的？我们是苹果的。苹果系统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不要直接充值啊！不要直接充值，知道吧？不要直接充值，去微信公众号搜索“虎牙支付中心”，充值的比例是1:1，这样充的话不用花冤枉钱的，知道吧？刚刚我打野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来？那不是还不
好凶啊！我的个妈呀！你要每天不用上班吗，兄弟们？没事，貂蝉活着就行。貂蝉还是这个皮肤比较丝滑一点。对于我来说都很丝滑。那个八万四的兄弟呢？八万四的兄弟，八万四貂蝉那个兄弟，我真的二万二战斗力，不骗你兄弟，我那个某音上面有截图的。你八万四，你给我拿出来。我的偶像怎么可能八万四呢？应该八百四十万。不是，是刚才有一个那个。那个梦邪上吧的那个，他说他是八万四战斗力的貂蝉。呀，这把梦邪啥都不是呀。凤邪哦，这把游戏玩的我老公凤仙，我靠，我老公玩的。我有干扰了这波，但是我没有大招。Okay, 没事，一会儿我们直接冲上他们的阵营就可以了。我先跳。抢人头？哎，干扰呢？干扰呢？哦，你按过了是吧？我去，哎呦，我的，怪我下野，跟你没关系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走吧，我操！我没有大招吼他，干嘛他还追，他还敢追，弄死他！就是躲干扰的防御塔的躲法跟正常的躲法是不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血包都是我的，你要躲干扰的防御塔是要有细节的，你们可能不懂，我慢慢教给你们。你的追你浪跳是不可能躲得干扰的防御塔的，干扰的防御塔一定要学会去转移这个伤害。不行，我要大招了，催他。全部站在一起，牛逼！有点困了。我靠！化爪 Q， 化爪 Q， 这就是天花板、啊。你要一次性躲两个才行，知道吧？有个观众说的很对，要一次性躲两个，你不能直接躲一个，知道吧？躲一个是没有用的，一次性躲两个就对了。等一下，不能摁住，不能。不是杀一会儿吗？没有干扰，还差四秒，等我等一下子，我来帮你一下子。我来跳了。不用。救一下，我操！老公啊，你真是个没用的呀，老公啊！一个狗压死了，闪不住了，懵了。你真的打不打他耶？真的塔不打他哎，下一页可以的，下一页，点打人，不要跟没有赢过一样的打人，跟没有赢过一样的，我说实话，记得帮我整个关注啊，好吧？好的，嗯，帮整个关注。哎，我不是走，我居然还不是这么逼的，那我张飞好强啊！雷积分比我低。